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甘蔗，现在到松到村上来了。甘蔗是多少钱一斤？甘蔗，甘蔗好抢手的。这个好的果不干，我讲那个你看，我要甜的，我有毛根的，有毛白骨，有毛白骨，我有几个去挂石头的。我们不放干。哎呦，都这个烧这个五十度的叫做你要神经的。五十度，你看都有万是千。6毛一斤都可以买得到，所以说我划不来了，太划不来了，过几天还是要去批发市场去看一下。这一捆甘蔗是还了我32块钱，本来是35的，老板说优惠3块。刚刚称了一下，这一捆重量是45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